风水让富人累积财富，让穷人改变命运。欢迎来到今天的直播，我是主持人志云，在我身旁是大家最喜爱的谢远金老师。老师好。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家最喜欢的一个话题，就是居家财位的风水常见的问题嘛。那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小编偷偷跟我们说，今天有新的好朋友，就是风水有关系的朋友。Hello， 欢迎加入我们的直播。Hello， 大家好。那其实我们风水有关系录的时间哈，应该是非常的长哈。那当然在这个过程里头呢，在直播之前也有做一些直播，但是呢，我们现在开始呢，可能每个礼拜四啊，都会有这个风水有关系的相关的一些直播的一些这个跟大家一起分享。那当然大家要记得锁定我们的这个粉丝团。是的，不管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大家都是好朋友，所以呢，大家记得要把我们的这个直播呢分享出去，让你更多的好朋友知道，学到更多的风水知识。那么老师，我要问你哦，就是你之前是不是有跟我讲说，其实最多人问你风水的问题是什么？是财位，对不对？对，因为其实基本上来说的话，我想观众朋友问的问题依序大概就第一个是财位，几乎都是跟财有关的东西哈，钱财嘛。对，那第二个才会说什么事业啦，然后事业工作啦，然后第三个才会提到感情啦，啊，最后才问到健康。所以其实大家最重要的其实往往会忽略，可是其实也有另外想起来啊，就是你必须要有金钱，要有财富你才能生活嘛。你今天一早起床啊，其实就是一个开销了，电灯打开就是钱，那你出门又是车资，不管怎样其实都是要花钱，所以财富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老师今天就帮大家整理了就是居家财位常见的一些风水上面的问题。之前在之前的直播上面其实有教大家了，第一个我们先教大家是寻找财位的地方嘛，对不对？像我们家里的明财位，然后还有就是一些摆设的部分。然后上次老师其实帮我们整理了很多的就是财位摆设的东西，对不对？对，其实一般来说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能常常在我们节目里头都会看到一些我们老师会告诉大家一些财位的一些摆放方式。其实呢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有很多很多他比较私人想要问的一些可能一些居家财位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今天都会一起整理，那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出来。那么我们马上就来跟大家分享明财位的条件。老师，明财位在哪里啊？明财位一般来说的话，我们会提到就是说观众朋友要把它记下来。当我们家里头可能开门的时候，记得你们开门的方向。如果呢我是往我的左手边开，那么就是右斜前方45度的范围，好，那个地方叫做明财位。那相对的，我如果是往左比如往右斜前方开，那左斜前方45度角就是我家的明财位。那当然如果你家的门可能像古代比较大一点点，真的是从中间打开，对，那基本上就考量到左右斜前方各45度角这个位置都是明财。所以如果你家门是打开的，其实你明财会比较多。对啊，因为以前两边都有，因为以前的人其实你会发现三合院时期的时候呢，他门大概在中间打开往两边开，那其实左右斜前方45度角的位置大部分都会在家里头摆放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东西。可能跟现在大家的习惯不一样，大家有时候现在都在那个比较角落的地方放一些堆杂物，对，堆杂物，然后要不呢我看过丢放垃圾桶。那我说角落就是丢那个三分球比较准，对不对？对对对，尤其是擦边擦到洞进去了，直接进去。对，所以其实很多人会把那个地方摆在那。好的 ，Hello 美慧 ，Hello 金阳、佑珍，还有光辉，你们好。Hello， 大家好。真的是，其实跟就是我们有在上面问好，小编都会注意到。对。然后小编他会手刀刷刷，赶快写下来，然后跟我们说。那大家其实要踊跃的跟我们就是打招呼啊，分享啊，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风水教室就比较好了。那么就是老师刚才讲到的是明财位的部分嘛，就是在开门45度角的地方。那么明财位的条件有哪些呢？马上跟大家来揭晓。第一个。好，就是在石墙角落的地方。
对，老师怎么说？这一点观众朋友一定要记得，就是说我们通常会告诉观众朋友，就是说你斜前方45度角明财位的位置，嗯，必须要双臂张开，90度角，然后呢，不能开门，不能开窗。嗯，那其实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我们正常的情况下，我的门这样开的时候，那它照理来说，自然的这个气场自然是往朝它斜前方的方进去。是。那当然到了角落的地方，能不能留得住？那就当然就是要看这个位置它能不能环抱。对。那往往有时候呢，我常常提到就是说它，万一开门、开窗或者是走道的话。啊，都会造成财位比较不能够停留。比如说他如果开门开窗，当然有时候就是直接等于说啊出去了。哦。那当然第二个，当然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下啦，就比如说他可能就是走道。嗯。好，那房子有时候狭长型的房子，他往往可能会是走道。那走道的话，当然你想说我们风水里头会提到，就是说财水必须要藏风纳气。对。那走动的环境里头它没有办法藏风，就不能纳气，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比较容易漏财。所以其实最基本就是你注意到说你明财位的地方最好是那种角落，就像老师刚刚讲到的那个可以插板得分的那个地方，其实是最棒的一个明财位。那老师如果他真的非常的倒霉吗？他那里就是窗户，然后他那里又是门又是走道，那怎么办？我们要怎么来化解呢？其实我必须跟大家分享因为古代人可能是把房子形容跟人一样所以你会发现，比如说我常常在讲的古代他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叙述，比如说在西游记里头，孙悟空他跟二郎神大战，孙悟空因为打不赢二郎神，所以他最后就变到最后怎么样，没办法了，因为我只有72变，人家有73变嘛，他就赢一个。对，那我就想他就想说啊，那我不然就变房子躲起来好了，不要被他发现。后来呢，为什么孙悟空会被发现呢？是因为猴子跟人不一样，因为猴子多了一个长长的尾巴。对啊，那一般来说房子就它变成房子的时候，窗户就变成眼睛，那么它的这个门就变成嘴巴。好，那当然其实基本上它的双手围起来就是前面的院子，双脚环抱就是后面的这个院子。对，那但是因为猴子跟人不一样，因为猴子有多了一个尾巴，所以他想想要变什么好呢？啊，庙里头不是有旗杆吗？他就变了一个旗杆。那当然这个其实二郎神他本来也找不到他，后来想想这个房子怎么看起来怪怪的，怪就多一个，对啊，就是不知道哪里怪，他就想他试试看就要打下去，一打在孙悟空就变了，怎么会被他发现？好，因为他多了一个尾巴。对，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呢，也就是说古代呢把房屋的建筑形式跟人的这个是来做类比，所以也就是说当我们观众朋友如果呢你这个来做比较的时候，既然窗户是眼睛，那眼睛基本上为什么不开到底？你的眼睛拉到底看看，一定会变很奇怪吧？对，其实一般来说，它的就是说窗户这个旁边呢，它会有一个距离。那这个角落呢，通常在古代就是用来藏风纳气的位置。那有藏风纳气位置，这个房子才有机会，就是我们讲说它要发，要聚气聚财。所以我们会提到所有有关的这个东西，大概都会我本身都会依据古代的这个典籍，那么缘由，那么跟大家分享。所以这一点呢，大家可以去稍微去对照一下，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这个会把房子跟这个窗比如房子跟财位跟这个窗户跟这个斜对角45度，那么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这个原因。这就是很重要的地方了。对，所以就是记得，就是明财位的地方就尽量不要开门开窗，也不要是走道。如果是的话，老师就是建议大家说，你最好是把它封起来，对不对？跑出去。当然基本上观众朋友有时候这个我必须这样讲啦，就是说如果在你自己的房子那经济不各方面能力都许可的或还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那我可以把它遮起来，当然是第一好，最好的遮蔽起来是第一好。那万一可能我的房子是租的那我可能做了以后，我会怕说到时候我要还给房东，房东会不会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有时候就会用窗帘做遮蔽的这个动作所以其实基本上来说观众朋友其实不用想那么多，万一这个不行还有别的方法，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那最怕的是你原地都不转，就是有些人像比如说我常遇到观众朋友可能看房子的时候我们常常去观众朋友家里头可能看房子看了以后呢，他就觉得老师来看过咯，
所以就会变好了。其实没有，嗯，不是看过就会变好，而是看过以后你要改，动手做。对，你都不动，其实很难，嗯，很难说会去改变。改变，对。我往往有时候会发现，就是说有时候啊，通常去看过一间房子，嗯，有时候隔两三年哦，屋主突然打电话来，然后他说：“哎，谢老师，你还记得我吗？”我说：“啊，你是哪一位？”我说：“高雄的陈小姐啊，你不记得我了？”哦，天，那么多。对啊，你知道高雄有多少陈小姐？陈小姐都还姓陈。对，那当然，基本上其实我就是讲一个举个例子，但是基本上就是他可能会提，可是我基本上你想隔了两三年前，你看怎么会都记得？真的。但是我就会当然去问说，就会想要问这勾起回忆嘛？对。那到底怎么啦？他就说：“哦，你那时候跟我讲啊，我家里会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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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哦，那你现在为什么要改啊？因为你讲的都发生了，所以我刚刚赶快把它改过来。”然后我想说：“那你为什么不早改呢？”对，那所以有时候跟观众朋友讲，就有时候可能光是看，嗯，其实只是知道问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需要注意哪一些，嗯，但是要稍微做一些调整才真的会改变。对，最重要的就是老师说了，嗯，你就是要做嘛，嗯。那么刚才找到明财位条件，第一个就是要有石墙在角落，嗯，但再来还有哪个条件呢？我们来看看第二点哦，嗯，第二点就是明财位其实是要整齐明亮才是最重要的。嗯，对，因为一般来说其实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我们通常有时候去看一些房子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嗯，像节目常常大家看到就会发现明财位有些人他堆很多杂物。对啊，那当然其实放垃圾桶的也蛮多个，特大杂物，很多个哦。对，因为有时候其实我必须这样讲，财位必须要干净，嗯，那我赚钱的过程才不会有很多很多杂事，哦，或者我就讲那垃圾一堆事情来。对，垃圾本来就是晦气聚集的地方，嗯，好，那所以你把垃圾桶放在那个地方，那当然就是它在过程里头可能就会阻碍，对，有很多的这个阻碍或一些烦恼的事情会出现，嗯，对，所以这一点观众朋友一定要记得，嗯，不要把垃圾桶放在明财位的地方，嗯，就是等于说你把那里晦气聚集的话，嗯，你赚钱更不容易，对，你更没有说要聚财了，你就算赚的话，嗯，你可能动不动就很多事情都把它花掉了，嗯，这也是很重要的。或者是在过程之中有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对对，所以有时候很多观众朋友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一直遇到什么问题？其实就你后来发现，其实真的很多观众朋友是在电视上看到的哈，哦，看到说哈，哎，我真的垃圾桶放在财位上。惊觉，对，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常遇到很多问题都是观众朋友在看节目之后，嗯，才发现，哦，原来我生活上有很多东西是我没有注意到的，所以大家要去特别注意。再来就看到这是第三点了，第三点是什么呢？每次摸着就很像摸什么。好，来，第三点就是要慎选家具跟家电啦，也就是说明财位其实常常很多人最多人问题说，哎，明财位上方是冷气，冷气也不行，那就有些人想说，哎，家里我要让家里通风啊，那我把电风扇放在角落的地方让它往里面吹，整个空气更加流通，其实这样也不对，对不对？对，因为其实我遇过比较多的状况应该就是，有一些，第一个是家具的部分，家具的部分一般会建议它就是，如果它能够有抽屉有门，当然是第一好。嗯，好，啊，没有抽屉没有门没关系，可以，那你我盖一块布，那它这个才进去的时候，不要都通的，哦，这边进来，啊，这边出去，哦，就变左手进右手出。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好，有些人他我们刚才提到哈，提到就主持人刚才提到，哎，我可能装了冷气在这个地方，我可能装了电风扇在这个地方，那风水里头非常重要一句话叫气乘风则散，也就是说气在这个地方呢，乘着这个风哇就吹掉了，就跟着就散掉了。所以相对的我就是讲财气也就会跟着散掉，因为风水里头讲到这个风水里头三管人丁水管财，那你想想看啊，我就讲说你不相信你拿一叠的钞票，放在这个冷气机或者是电风扇前面，它一直开，你看它会不会一张一张飞掉，那你只要换一个角度去想，那今天
这个是看不到的这个情况、嗯、但是当你换成真的看得到的时候，就是你的财富为什么会可能没有办法留 住一定是有原因。对、嗯、所以其实你放就是冷气啊那些电风扇其实就是把财气吹走、嗯、但是呢老师有些人想说哎、欸，我就是租的房子啊，或者是我家管线问题，冷气就得装在那里，有什么方式可以来改善呢？其实一般来说、哦、必须这样讲，因为早期的时候有一些窗户它是属于窗型冷气、哦、它装的冷气窗型冷气、嗯、那它会必须就变成好像窗户施工的工人、哦、盖的时候把它盖在那里，那我就知道装在那里、嗯、对、哦、其实我必须这样讲，因为现在当然现在比较简单，因为现在因为大部分都分离式主机分离、哦、所以基本上来说冷气它是可以那个跟着管线它可以移动的，它不用一再装在窗户的位置上、嗯、所以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这遇到窗户如果真的你冷气装在那里你可以是可以移动的、哦、换位置就好、哦、对。那至于我就说真的换不了，对，我是真的遇过真的换不了、嗯、换不了的情况下，那这个冷气我会尽量少开，然后我会在那个位置的下方放这个所谓的可能聚宝盆或者是水晶洞、嗯、那象征这个把财气啊，各种气场尽量聚在那个地方。那我只能讲说它吹出去好损失掉，也许啦，我这样讲说你就想说它吹走七成、嗯、那我稍微做一下至少我保留三成、嗯啊、会比完全没有要来得好。嗯，所以老师刚好教大家方法啦、嗯、你真的无可奈何上面是冷气的时候、嗯、其实在下面就是放老师刚刚说聚宝盆、嗯、水晶把它聚气聚财，在那边就是一个帮助了。再来是我们的巧芬他问的问题，他说财位如果放在衣柜，那聚宝盆可以放在衣柜里面吗？也就是我财位刚好是衣柜摆着、嗯、那我把聚宝盆，老师刚才说、嗯、很聪明又就是知道重点，对，可以把我的聚宝盆或者是水晶把它放在里头吗？当然可以啊，基本上我想如果聚财，对，基本上应该这样讲，就是这个位置如果它是柜子的话、嗯大部分就是聚财聚气的财库。嗯好、嗯嗯嗯那当然如果是财库的话，我把聚宝盆或者这一类的东西放水晶洞啊这些放在这个位置，当然我觉得会更好。嗯、但是万一啦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把它放在这里，可能你在放里面放衣服，你自己也要稍微注意。哦、那就是你要把它整理干净嘛。然后就不能你又把它乱七八糟，那其实就等于堆财杂物了。对啊，比如说我把聚宝盆放在这里，然后或那旁边可能有你的袜子，然后可能会有你的内衣裤。那我觉得基本上我当然既然就是要聚财、嗯、那你我刚才提到我们前面有提到就是说可能这里要整齐、嗯啊、整洁明亮，那整洁的部分我至少要把它整理干净、嗯啊、这个是一个基本条件。对、啊、所以观众朋友放的时候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嗯、就是你可以放衣柜，但是其实你也可以放柜子、嗯、但是里面东西要整齐明亮，等于跟上面的又一样了。对，就是要把它做整理整齐、嗯、那这样的话才不会说里面太乱太脏了。对对对，好的，再来是看到明财位条件的第四点、嗯、我们要怎么样做呢才能更好？第四点就是要摆放招财物，这个好像跟我们上次就是老师有教大家的有点类同、嗯、对不对？当然基本上我们在电视节目里头常常都会跟大家分享，就比如说财位的位置它可以放一些、嗯、比如说第一个刚才提到的聚宝盆，对啊，第二个水晶洞、嗯、那当然尤其是我们很多风水有关系的观众朋友啊，你常常会发现就比如说有时候放盐灯啊、嗯、哦放什么这个都可以放在这个位置上。嗯啊，三角蟾蜍哦啊，金鸡母啊，招财金鸡母。对，那当然这些你摆放这些东西其实都有相对的加分作用、嗯、啊，但是基本上、嗯、你放置东西就是比较单纯哦、不要放太多太杂。嗯、我们当然有我遇过这样，当然有观众朋友可能在一个位置上放七八样、哦、wow. 就是完全不同的这个东西，当然七八样你可以放啦，但你必须要稍微做一个注意一下，就比如说我在这个过程里头放的东西、嗯、比如啊这个是招财的，这个聚财的，你放的太杂有时候会有一些影响啊，甚至当然也有一些观众朋友他会在各个庙宇头求不同的这个招财物、嗯、哦，这个呢是什么叉叉宫的，这个是某某庙的，太多放在一起、嗯、
我也真的，我们曾经录影的过程里头看到，就几乎他把各个寺庙的全部都放在一起，大家聚集开同乐会的感觉。对，连那个什么令旗啦、神像啦，什么都放在一起。嗯，其实基本上我会建议，就是说你可以把在比如说我的明财位里头放各种，比如说招财的神兽。对。然后呢，聚财的，比如说水晶洞、聚宝盆，那我把它放在可能财库的位置。嗯。那所以呢，你可以把它稍微做整理，那么来做摆放。不要把它全部都挤在一起。嗯，就是要弄好就对了。好的，有粉丝提问了，他说明财位同时放了瀑布的画像、盐灯还有聚宝盆可以吗？重点是盐灯它在瀑布画下的正下方，其实它一次摆了三个就是帮忙聚财的东西，对不对？首先第一个观众朋友一定要记得，所谓的瀑布的画像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它其实正常来说通常是做画水流的画像了，比较好才能真的是踩水啊，也可以，你要画瀑布的画像也可以哈，但是一个重点是水流哈，比如说它流下来啊，如果你是水流下来的，那你要看前面有没有围起来，前面有围起来，那么就是代表聚财，它就不会流走。所以观众朋友你在看的时候啊，不管你是在哪里选到的，但是你都要注意第一个就是水流的方向，下来的地方前面有没有围起来。那第二个是有时候呢它可能会画瀑布可能一层一层层下来，那旁边看可能还会有一些小船，就是整个画像很丰富就对了。对，那小船你要注意船的方向，那你尽量要对从外面往里面的方向来，不要对着外面的方向出去。所以有时候其实我遇到观众朋友，有时候他可能他会遇到一个状况，说那个水流这个方向比如水流这样，对我一放的时候门在那边一放那对外面流出去，其实有时候你想想看啊，如果这种情况下他会用那怎么办怎么办，其实很简单啊，你把它换方向，就让水流是流回家里就可以了。对，本来在这个方向流出去嘛，我移到对面去不就流进来了吗？对，所以其实有时候画像这些部分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其实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但重点就是像你是瀑布的那个水流就要去注意，就要能够聚住聚集，就是才比较重要就对了。再来是豆豆，豆豆问问题，他说财位可以放水晶阵吗？水晶阵不是水晶洞。基本上来说财位当然你要放这个水的水晶阵当然可以，但是目前来说大概会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观众朋友摆放的水晶阵可能是柱状的水晶阵，如果是柱状的话呢，其实不管你的颜色，我先不论颜色，那么柱状的水晶阵放在你的桌面的左手边的位置，放桌面左手边。那如果你是圆形球状的那个水晶阵，麻烦你如果是桌面的话你就放你的右手边的位置。那当然如果你只是明财位摆放的话，那就不论柱状还是球状都可以摆放。要记得哦。再来是小丁丁问的问题超级可爱，他说财位可以放吸尘器吗？我猜小丁丁的概念应该是说我电风扇不行吹走，但我吸尘器吸进来，老师这样可不可以？其实刚才不是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可能就是家电的部分我会尽量不放在这里，主要是因为家电基本上它会有有些会比较大的声响，比如说像很多朋友他会想说，你知道还有人放音箱吗？那个音响它那个有一个大的音箱，那也有那个真的我遇过，他那个可能我觉得一组大概200万每一个音箱超大很贵而且震动效果还蛮好的，享受型的朋友。对对对，那问题是你放的位置如果不对的时候，那其实我们一般来说它其实风水头讲的是气场，对，那音波里头蹦蹦蹦蹦，它那个气那个是往外震嘛，对对对，蹦蹦蹦，了解。对，所以基本上为什么不适合放这些东西，那有原因。那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风或者是声响，那这个可能都比较不适合。所以老师觉得就是吸尘器是不建议的就对，应该家电都不太建议放在财位上。好的，再来是小娟问问题咯。Hello， 小娟问说财位可以放书吗？好，财位放书当然基本上我觉得 OK 啦，但是要摆放整齐对不对？对，基本上我必须这样讲，就是说在古代来说的时候呢，他其实这样讲就是说
摆放书籍它没有谐音上的问题哦，你不要啊，我这个放会不会放了就书？我们因为你又不是放了就书，对，又不是在赌博或什么，对。那所以基本在古代来说，读书呢应该这样讲，古代为什么是士、农、工、商？是因为士呢，哈，就是读书人哈，基本上来说他可以考取功名。他是可以在中国古代唯一穷人大翻身的一个方式。好，应该这样讲，就比如说 我不管风水或什么，这些先不管，士农工商，就算我在怎么样的底层，我会因为我苦读，然后哇，就是后来就很好。像比如说大家听过范仲淹，范仲淹在他小他在年轻的时候很穷啊，他说十年苦读无人问嘛，哈，一举成名天下知。他在那十年里头，甚至他到寺庙里头去，你知道没有饭吃啊，好冷哦，然后那个 OK 去寺庙去跟他要粥，你知道连和尚都会欺负他哦，比如说这样他舀那个粥嘛，没看又是他来了 哦这个来吃免钱的，然后又不会添香油钱，他就专门舀那个最上面粥上面最上面水水的，就舀一层舀给他，米粒不舀给他，好坏哦，对，他就舀最上面舀给他，舀他完蛋了，拿来啊，这个怎么办？你如果喝了哈，光喝，我想那个大概两个小时后就肚子饿了。对啊，就喝水而已。后来他就想，反正还蛮聪明的，他就想，哇，天气很冷，放着嘛，让它凉。凉了以后怎么样？你知道那个粥哈，浓的一点粥，它上面凉了会结冻。就变成像果冻一样。聪明，杏仁豆腐哎。然后他再把它切开，变成一块一块来吃，那么来充饥。但是呢，我们刚刚听到。这个可能十年苦读，我一举成名天下知。后来位列三公，他其实他这个这一段的这个机遇，那么也把它列出来。所以在民间里头，这样的故事还蛮多的，而且这样的人还蛮多。所以以前会把这个书籍放在重要的这个地方，那这个是 OK 的。所以其实，在财位的地方是可以放书的，没有问题。对，重点就是不要摆杂物在旁边了。再来是雅雅问的问题，他说我在财位放了木牛角的装饰品可以吗 ？Hello， 雅雅。木牛角的装饰品基本上来说比较没有问题，因为很多的这观众朋友哈，他有可能会放一些好啦，不管是象牙也好，牛角也好，那这些东西其实基本上来说摆放在风水上来说是比较没有放到禁忌的这个部分，没有关系。对啊，当然因为你不是放头嘛，比如说像当然你是像什么羊头，对牛头什么牛头啊，像那当然你说像国外他早期可能你会看到那标本啊，对，那标对，或者是鸟的标本，其实那类东西我就不会那么建议放在这个位置上啊。但是如果只是单纯的脚啦或什么，那通常他就是把它当成展示品，所以放在那位置上不会受影响的哦。好的，再来是淑君问题。淑君说财位上有梁怎么办？哇，大家其实都很怕梁哎。其实基本上我们在风水上面来说，正确的这个风水古书籍里头，那财位上面呢是有梁的话，一般来其实不太会受影响哦，没关系。对，一般来说你只要记得一个重点，那不要压到人就好。所以基本上来说我们尽量就是要求人不要坐在梁下，不要睡在梁下。那当然必须这样讲，就是说以前必须这样，梁就是比古代来说它是比较大的这个枕木，比较大的木头。对，那他会觉得说我坐在木头的正下方会有压迫感。好，那当然现在的这个情况下其实已经不是木头的问题而已了。当然你看到柱子你还是会有压迫感的。对，那重点是如果观众朋友你住的不是像比如说我们一楼的平房，那有可能我是这个可能公寓大楼啊，那我住二楼三楼，你有没有想过我楼上我抬头看，哎呦，大梁压到我头上，其实你的脚下脚下就是楼下的大梁，所以其实你在两根梁夹住的这个地方，对，所以观众朋友这个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啊。有时候很多的人其实我曾经遇过了我曾经遇过这个好，某位电视台主管的这个座位，好座位，那他当时就说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直生病都没有都不会好常常腰酸背痛，生病很多年。那我记得那时候他问题很多，
后来一看，我说、哦、你头上有一只大梁，他说怎么可能，没有啊，看不到的是吗？对，因为遮起来嘛，遮起来、哦、他看不到，但是就他一直说没有没有，我说说啊，那不然你找人上来把那个打开看看，打开一看，哈，他突然他坐了好多年坐在那个位置上，他突然才知道，哦，原来我头上有个大梁，我从来不知道、嗯、不过他后来调整换过以后，他不但后来算是官位飞黄腾达、哦、事业顺利了，对，然后身体也变好，对、哦、所以其实在梁那边很危险，它是在一个磁场中间就对了，对对对。好的，再来是 Shelly 问问题，他说财位可以放电脑吗？ Hello Shelly， 你的财位要放电脑嗯，其实基本上可以啦，就是说你如果你的电脑是你的生财工具的话、嗯、我就觉得 OK、嗯啊、比如说像有些观众朋友我常提到，就是说有可能你放电话，好，虽然我刚才提到可能家电用品为什么要慎选、嗯、因为电话有时候像比如好啦，虽然大家不是艺人，但是我只是举例来说，有些艺人呢电话接起来，哦，通告，哎呀，哦，好啊好啊，我有时间啊、嗯、OK， 他钱就进来了、嗯、但是相对的啊，对，那有一些可能业务型的工作，对对对，也是要客户跟他沟通的、啊、哦哦，你放心，上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时间到我没有我一定会到，好、嗯、那电话响就是你的 case 来、嗯、那有一些呢他可能是用这个早期是用传真机哈、哦、传真机，但是现在很多人不用传真机，更年轻人搞不好已经没看过传真，已经没看到传真机了，他可能直接就是、嗯、哦电脑 email 进去了哈、哦嗯、所以只要他是你的生财工具放在财位上，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嗯、大家不用担心 嗯，所以就是想想看你生财工具是什么，你摆在那里其实也是一个、嗯另外一种招财法就对了，对对对，但是你的生产工艺如果是药品的话就不可以放哦，哎、欸、也对耶，这也是要特别去注意，对啊，因为有些人他是做一些直销或者是一些、嗯、相关的东西，那基本上对，那我会建议就是说、嗯、医疗用品哦，就是药啊这些东西不要放在你的财位上，嗯，就也会影响到健康了，对，也会影响自己的健康。好、嗯、老师刚才我们就是粉丝朋友他是问说，哎，我居家财位上有梁怎么办，老师是说没关系、嗯、那如果有壁刀怎么办呢？好，因为我们这个风水有关系的很多朋友们哈、哦，他其实看我们、嗯、看节目，有时候会受到一些影响，他可能会觉得说、嗯、怕那些煞气，对，可能会有些什么壁刀啊，什么什么煞气。不过基本上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说，通常室内的部分都会建议大家就是你不用去担心，不用想那么多，不用去。嗯，那个你可以直接把它忽略掉、嗯、因为古代的这个所谓提到主要的这个所谓的壁刀屋角、嗯、这些煞气都是指室外的壁刀或屋角、嗯、室内的话基本上你不用太担心，你可以把它忽略掉、嗯、没关系、哦、就等于说你看就是大家想说哎，壁刀煞就是有角会对到你嘛，对不对、嗯、那大家想说哎，我坐在家里要这边有一个角，这边又有一个角，就切来切去，其实这些都不是，对不对？其实我必须这样讲，就是说如果你室内的格局上面你考虑太多的时候、嗯、你可能会第一很难坐啊，第二个你也很难睡，因为你床会不好摆，沙发不好摆，所以其实风水上面来说、嗯、讲究的是大的这个所谓的需要注意的这个地方、嗯、啊，那至于我提到就是可能居家里头有很多东西并不真的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的话、嗯，我会建议大家不用太担心，不用太担心。对，那么刚才是讲到壁刀它就是煞到我们的明财位是没问题的，也应该说居家就是没有这个东西、不用太担心。对，其实基本上大家不用担心没有这个问题的。是，那如果就是我家的外面真的有壁刀煞，那要怎么化解呢？是粉丝来问的问题。外面有壁刀煞怎么办哦、嗯、民间说法里头通常会建议你放几样东西。嗯，第一个就是说在古代来说的时候，因为很多都是自己家是那种平房啊或什么、嗯嗯、那所以人家的那个刀切进来的时候，大部分古代的因为房子大嘛，对，那他会在门口地方放个石敢当，哦，石头是、啊、上面写泰山石敢当、嗯、那么堆在外面的壁刀或屋角就可以化解掉、嗯嗯、可是现在你不是在一楼，我可能在二楼三楼，不好意思我在十八楼，直接直切、啊、对，人家我十八楼对面三十层啊，对啊，那当然你说按它就是切到我、嗯、那怎么办？对，那你这个基本上有时候在楼上的时候，我会建议大家会放很多都会放镜面的这些东西去做化解。是，那我最常建议的就是两样东西，如果对方的房子高度不够，就是大概在七楼以下、嗯、
你可以放凸面镜没关系、嗯哦、但是如果你觉得它的壁刀很长，我会建议你可以改用这个所谓的乾坤太极图做移山倒海的动作。那最主要是我们常提到化煞的东西，其实跟我们讲说化煞挡煞了哈，挡煞基本上来说就像挡箭牌一样、嗯、举个例子来说哈，好，大家看到我们这个好，我们现在手板哈，你就想说如果今天有个人他拿一只棍子打我，嗯，你知道我拿手板可以挡得到挡得住、哦、就盾牌，对啊，就像盾牌一样，因为挡嘛，你要挡煞嘛。那换个角度来说，他拿球棒打我，不好意思，你拿这个挡你是被他打的，你一定会痛死。对、哦、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改换什么，比如说木质的盾牌、哦哦、或者是对，或者是更好一点的钢制的铁制的盾牌。好，那万一、哦、万一当然基本上大家就说哦，那个不好意思，他拿的是那个武士刀哦，嗯嗯嗯，就是意思杀气更强更利、嗯、杀伤力更大的时候，那不好意思，你也可以拿那个那个美国超人、哦、美国队长，美国队长的那个吗，那个盾牌，举个例子啊，就是意思就是说它还是化煞挡煞的东西是有分等级，一层一层一层、嗯、所以如果它很简单我就用很简单的去挡，对、哦、当然如果它你觉得哦这个大楼不还是很严重，对，比如我这边是平房啊，对面就是三十层大楼、嗯、那这一壁刀切下来一定很杀伤力比较大，对，那你说我拿个纸板挡它怎么挡得住、嗯、所以一般来说我就建议大家，如果你觉得比较强比较担心危险的话，你就觉得用乾坤太极图做移山倒海的动作、嗯、啊，如果他很小，比如说啊，那对方就跟我差不多，我大概三楼，那对方四楼、嗯、好，那我可能就用一般的也许平面镜凸面镜、嗯、好，凸面镜也可以化解掉，好、哦、所以他不一定说你觉得说我要一定要特别的比他强什么的，对，其实重点就是遇强则强，遇弱则弱就对了。那记得如果你要用凸面镜就单独凸面镜就好、嗯、你不要买八卦外面再一个八卦的凸面镜、哦哦、八卦凸面镜有时候会把煞气打回到对方家里头去，哦，这样其实不好，对不对？对，因为我影响到别人。我们以前在那个出外景的时候，常会遇到一些状况，我们就遇过，就是说，嗯、好，这个录影的这个后来把它剪掉，因为我觉得怕对方看到嘛。因为这样讲啊，比如说我们遇过，就是说，好，这户人家里头常生病出车祸怎样怎样，他们就觉得哎为什么啊为什么，他们就会去看嘛，嗯，看了节目之后发现哎呦不好意思、哎、对面的壁刀切到我，然后他就放了一个八卦镜哦，那个八卦镜中间放了凸面镜，然后对着对方，然后我们去录影的时候呢，他就问我说哎这个会不会产生一些影响，我说、嗯、哦你啊你放这个、哦、这个我说不行哦，这个煞气打回会加倍打回到对面去、嗯、会比较更比你们更严重，嗯、啊、他吓到，最近他那个听说就是发生意外、啊、才刚走了，天哪吓死人，然后他说怎么办，我说哦那这个你就好把它换掉，把它换乾坤太极图，那这个你也不能说你要说什么呢，嗯，那我只能讲说好吧，那你不知者无罪，你就是不知道嘛，那我也不知道、嗯、那好没有关系，不要想太多，嗯，好、啊、记得不要放八卦型的这个所谓的凸面镜，嗯，就好了，就是你在就是化解自己家里煞气的时候也要注意不要危害到别人或者是影响到别人，这也是很重要的。再来是婉云，他问问题，他说财位可以放百合花吗？当然基本上才会放百合花可以啊、嗯、但是你要考量就是说观众朋友你摆放花、嗯、通常就会有水，哎、欸、对哦，因为你会放花瓶嘛，对，好，那摆放花就会有水，那有水就要考量到方位，对，好，所以记得只要有水就一定有方位的问题、嗯、好，方位里头只要就是直接牵涉到金木水火土五行的时候就考量方位、嗯、好，东西南北中，好，观众朋友记得古人说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左青、嗯、青就是绿色，对、啊、树木是绿色、嗯、所以你就这样记得左边讲的讲青就是讲绿色、嗯、它就是讲、啊、东方、啊、东方代表绿色，对、啊、那右白虎白色代表西方，白色就像金属一样，所以它代表金，嗯，好、啊，刚才讲东方就代表木，绿色的木，前朱雀朱是红色代表火，后玄武玄武它玄是黑色，是、啊、所以基本上来说它就代表、啊、水，嗯，啊，
它是代表黑蓝灰代表水。嗯，好，中央这个地方古代叫做沟沉，嗯，好，是黄色的，好，代表土。对，好，所以不同的方位它其实代表东西南北中，代表五路五方，嗯，五个颜色，其实也代表身体的五脏。哦，所以通常伤到哪个位置，好，代表伤到谁以外，也代表身体的哪个地方会受影响。哦，所以就是老师刚刚讲到，就是你可以放百合花，可是又是水的问题，等于说有水的地方你就要特别注意了。那么就是水哪里会有呢？鱼缸里面。对，这也是很多人想知道，说，哎，老师，那我家里摆放鱼缸，我到底有什么样的注意的地方呢？我们就来帮大家揭晓。第一个，你如果要摆放鱼缸，要注意什么？第一个就是，噔噔，第一个就是必须要是活水哦。嗯，其实观众朋友有时候必须这样提到，就是说古代哈，古代它其实你要说啊，不好意思，老师，那你这样讲，那古代的又没有那个那个打气的那个鱼缸啊，那又没有那个啊，那它怎么变成活水呢？好，因为基本上来说，你会发现它是池。好，一个池子，那这个池塘呢，通常有时候它里面会养鱼。嗯，对。好，那养鱼这些基本上鱼在里头活，它们自然形成一个自然的一个生物链，它一个气场，它里面是鱼可以，鱼虾它们会自己一直那个，这个就已经叫做活水。哦，就是等于里面有生物在繁衍的，对，这种就是活水了。对，它已经形成一个自然的食物链。嗯，那基本上来说，如果它你要讲死水的话，那里面的通通都死光，水会臭掉。哦，对，叫做死水。但是呢，相对的，在家里头在摆放的时候哈，如果你放花瓶这些东西，那这不是，你要说啊，那这个就不是活水吗？就是，对啊，他说花瓶就死水了，对不对？好，如果你一直都不去清理，那就将来呢，就会产生登革热。好，没有环境的问题。对，那其实基本上就是一样啊，能够变成登革热，它就那个水就是死水，会臭，对，会有味道的。好，所以基本上来说，花瓶基本上你也可以算活水，但是你要保持干净才能够算它活水。嗯，啊，第三个，如果你要有水，这样讲说里面呢养鱼，刚才讲鱼嘛，鱼缸，对，那所以有鱼，然后有水流，那水在流动，它水在流动。这个也可以叫活水。嗯，就是有，就是加那个，有些人养鱼会有那个氧气，让它在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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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这样一直跑。对，那个就是活水就对了。对对对对对。好的，那再来是潘彤问问题哦，他说，那老师，我鱼缸里面鱼的数量有限制吗？是一定要单数还是双数吗？观众朋友，基本上呢，还那个呢，财位上面有时候你会放说这个鱼，那有时候他们会问说单数双数。对。如果你知道哈，如果你是常看我的开运农民里头会讲到一些东西，比如说易经里头说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一六属水，所以呢通常你翻开你出生的生日，那你适合的是水的时候，那你就是养一只或六只。好，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一六属水，第二生火，天七成之二七属火，所以我最适合火的人，那 OK，那我就放两只或七只。那相对的就是它组合结构里头，一六属水，那你就跟我讲说，老师，二七属火，那三跟八呢？三跟八基本上来说就是属木。大把可以把它记下来。对，然后至于四跟九呢，它就属金。那五跟零呢，就是属土。那所以零，他想啊，那零是什么哪一层啊？就是十楼、二十楼、三十楼，尾数是零。哦，那老师他怎么去判断说我是属金木水火土的哪一个呢？基本上来说的话，这个要看我刚才讲啊。请参考先进老师的开运农民历。是的，没有啦，我的书里头也有啦。其实大家如果仔细看，我出了大概三十几本书，大家在我的书里头都会提到。但尤其财运风水教科书的时候，他会教你自己看，你查自己的日期，就知道自己适合的适合哪一种。那尤其是像现在开运农民历，小朋友一出生，你就可以去核对他适合什么。所以就是翻翻老师的书，老师会教你就对了。好的，那鱼缸注意事项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注意到的是，我有摸对吗？这个是财位还有破财的方位，这也是要注意，就是刚刚讲到鱼缸摆放的地方，对不对？是不是摆对了？我们在应该这样讲，就各地各个门派不同。对，那么有关于风水的这个说法里头呢，有的人讲叫这个三元九运，
那有的叫正神位、灵神位，嗯，好，那当然这个是学派不同，嗯，好，但是他讲的都一样，就是说你在可能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他的催财位在哪里跟哪里，嗯，那么破财位置在哪里跟哪里，嗯，我刚才提到什么什么催财位，催财位就大家一定就知道，哦，那就是跟身材的，哎，对，身材有关，嗯，那既然另外一个哈，他其实破财当然就那个，嗯，这个词啊就很清楚，嗯，但他有提到正神位跟灵神位，那这个呢另外一个学派里头他提到的那其实一样，嗯，就是讲催财位跟破财位，嗯，所以大家不要被可能一些这个可能观念上做了一些误导，嗯，所以基本上来说，嗯，我跟你讲说催财的方位在哪里哪里，它是有学理根据，它不是随便讲的，嗯哦，那这个必须大家讲说，比如说好，我跟大家分享，比如说大家会听到我说目前一直到2023年底，那么催财的位置会在西南方跟正东方，哦，西南方跟正东方，哦，那当然摆放的时候就是你摆放的那一年，嗯，你摆放的那一年，嗯哦，你不要是那一年的煞方，比如说我，嗯，那我虽然这个方位是那个啊，比如说西南方是很好位置啊，如果啦，如果东方是煞方，好，嗯，那结果我刚好前一年也不摆，后一年也不摆，嗯，我就这一年刚好这个今年是煞方，我把它摆上去，那当然就会不比较没有那么加分，哦，那就会有一些问题，嗯，但是呢如果你摆放那一年，哦，没有问题的话，就这一年，哎，这个位置是可以摆的，你就可以一直摆摆摆摆到我讲的时间，哦，这个在风水上面来说它不是说它就不是说哎，今年你要移到哪里明年要移到哪里，嗯，没有这件事情，嗯，哦，放对的位置它就是对的位置就是可以放，嗯，所以就是要注意好那个催财破财的位置，对，好才可以。那刚才提到催财是正东方跟西南方嘛， 对， 对，那如果破财的方位大家要注意，嗯，那么相对反过来东北方是属于大破财的位置，那么正西方是属于大破财的位置，好，我讲的东西呢是是专业的，有学理根据的，嗯，对，哦，所以大家可以把它稍微记一下，当然基本上来说的话，嗯，你也可以我这个是我真的遇到，如果你没有那么你也可以去实验看看是个几年或几天搞不好就见效了，因为我这个我讲真话，我那时候我记得大概是大概有没有十年吧，我那时候在新加坡，去新加坡一个股票上市公司的老板家里头帮他看房子，嗯，然后为什么会去帮他看房子呢，是因为他的这个很多的股民啊是他的好朋友，嗯啊，买了很多他的股票，嗯，然后呢那这些好朋友呢通通都是我的算是粉丝，我的所有的书他们都有，嗯，所以呢他就说哎，因为什么，因为他搬进那个房子之后大概半年不到，嗯，他的股票跌了快要一半，哇，那他的股民其实很担心，很他因为他很怕我买了以后后来变壁纸了所以他们很担心，你知道他们是大家集体一起请我过去帮他看，嗯，结果后来你知道我记得我就跟他讲，欸，因为他说老师的书说正西方不放水会搭破财，对，那他在正西方这个院子的地方呢刚好做了一个修建一个很大的鱼池，哇哦，大破财要更大破更大，他那时候是只是想说想说没有，他只是想说他很喜欢那个感觉，我说，哦，我也去他家，我后来他跟我讲他因为他很喜欢那个感觉，我说那你把它移到就是适合你的方位来盖，嗯，那把这个可能调整以后就比较不会那，嗯，那当然他其实基本上因为他那你想股票上市老板嘛，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意气风发，他觉得嗯没关系，可能这个股票只是起起跌跌嘛，对，就你知道我真的没有骗你，再隔半年这个老板不见了，各个公司倒了，好，所以这个是在我在两三再隔两三年后他我在台湾碰到他，嗯，他真的惨了，而且你知道我在那个林森北路那个叫什么青花吗，嗯，好，就是基本上好，就是高级的餐厅你都碰到他Google 一下好，那当然基本上我忘记是青花红花我忘记了，哦，那还有那个做另外他旁边还有做寿司的那个店很有名的，哦，那个时候呢结果你知道吗，他碰到他看哇老师他就说啊你知道那个后来啊我因为没有听你的话后来就真的公司后来
整个倒掉。他就这样跟我讲，他不过现在就是从头开始，听话了，不再摆就是大鱼缸了。他就不再，他基本上因为他别墅也应该就那个了，所以他后来就是他说他现在他都会注意。其实有啦，我的书他也有买，因为他的学起来了，对，后来他就后来开始就会开始注意了，所以这个就是大家需要注意的。所以老师教的要学起来。再来是新闻，他问问题，他说办公桌中间放鱼缸养鱼可以吗？很有小确幸，很疗愈的感觉，这样可以。新闻啊，他真的叫新闻哦，他还 news 吗？好，他说办公室的。对，他说办公室中间的位置上我可以摆鱼缸吗？办公这样讲，办公桌有两种，第一种是办公桌，第二个是整个办公室。通常如果你是整个办公室的中央是不能放的。在五行我刚才提到，前面有提到就中央属土，对不对？对，如果你放鱼缸，土克水，基本上一定会不好哦。土烟好，水来土掩，对对，那这个会有影响。那如果你不是放在中央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我也可以举一个例子啊，因为其实我曾经遇过一个也是风水老师，然后当然我不讲名字啦，就是说我去他家刚好看他，他就跟他在聊天嘛，后来他大我很多，他大概像我父亲那一辈的，他说你知道我跟你就像兄弟一样啊，然后怎样啊，我想好，然后呢因为年纪差很多，然后后来他就说，因为我就看到他家中间放鱼缸，我说，你为什么放鱼缸在这里？他说没有啊，就放，就我来搬来就放在这里啊。他说怎么样吗？我说这个可能会对健康会有一些影响。然后后来他也没有讲什么，过了一会他就问我说，会有什么影响？我说一般屋子中央放鱼缸会有胃肠跟皮肤的毛病，他吓一跳，他说他这两个问题都很严重，然后后来呢，大概隔了大概10分钟以后吧，他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因为他也是老师啊，那你讲这个会有点尴尬，对不对？他就说没有，知道我这个是在做实验哦，赶快让自己有一个台阶下去、没有，开玩笑，他真的是说他做实验，因为我想说，那做实验。这个自己这个这么多年的这个疾病一直没有好，应该赶快把它撤掉吧。没有，因为我有跟他提啦，我后来有提他说移动啦，赶快换位置。所以观众朋友其实基本上不管你是公司也好，家里也好，屋子的中央尽量不要摆放鱼缸。所以就是办公室的中间就尽量不要摆放，那么桌上的话其实是没关系的嘛，对不对？我摆在那边就是看着鱼那边游来游去疗愈，其实也不错，很疗愈，很疗愈。再来是我们鱼缸摆放的条件注意事项，其实老师刚刚有提到第三点哦，第三点就是水流的方向要特别注意，对吗？对，水流方向观众朋友要注意的地方是什么呢？ 是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提到水流不管是画像还真的这个水流，因为水抽上来会流下来，活水那流出去的地方不要朝着外面的门口，对，那当然基本上如果你是刚好靠近窗户边，那你就往里面流，把它转过来，对，你不要流着窗户出去，对，这个是需要注意的地方。风水头既然讲财水财水三管连水管财嘛，是，所以财水当然我不流出去了，聚集流回来比较重要。对，那么再来第四点，老师刚刚其实也有讲到，而且讲得非常详细。等一下，好，来，好，吓我一跳。为什么要等一下呢？因为有时候有观众朋友他提到，就是说那个除了水流以外，像那个它一样有水，但是它没有流方向，但是那个球滚球的，对，那这样子怎么看？那观众朋友要记得，如果你上面是滚球，它基本上来说的话，它不是看水流的方向，它是看滚球的方向。所以你要去算那个滚球，它是这样子滚，这样子滚。没有，因为它有个主要滚的方向嘛。是，那你主要滚的方向，我当然是滚进来，不要滚出去嘛，对不对？你就像人家讲，财源滚滚是滚进来还是滚出去？滚进来。对啊，一定要滚进来。对，你财源滚滚，当然滚到我口袋最好。那你一直滚出去，所以为什么财水财水要往内流？那么相对的滚球的方向也要往内滚。
还好老师有立刻想到这个加码的问题跟答案哦。所以就是不只是鱼缸啦，其实你有摆一些就是水流那个聚宝盆，也要注意看那个水珠滚的方向，水流的位置要滚进家里才是最重要的。再来就是第四点，我刚才偷偷说啊，就是老师其实已经讲了很详细的了。第四点就是五行的相生相克，鱼缸也是要去特别注意的。是老师刚才说的那个金木水火土在就是中间上下左右这样子吗？其实一般来说，观众朋友要特别注意，就五行相生相克里头，水克火。那火刚才提到是南方，对，所以如果你我把鱼缸放在南方，那南方对就会受影响。那大家会想说，南方放鱼缸会怎么影响？要看南方心脏方面，因为身体里头唯一会热的，火代表热度嘛，你开始身体的温度是因为你的心脏在跳动，心脏停了，温度就会开始降下来了。所以基本上来说，南方通常放鱼缸，对，家人的心脏方面会比较有影响。中央放鱼缸，胃肠跟皮肤会受影响。然后呢，鱼缸不能放在正西方，因为会打破财。那你只要记得这三个方位，目前暂时都不适合。其实大家想说记这个不适合有点困难，其实最重要你就记老师刚才说的两个催财位，应该是最简单的嘛。老师催财位再跟我们说一下是哪两个地方呢？好，催财位置呢，观众朋友记得哦，主要是在这个所谓的正东方跟西南方。那么只要在这个所谓的适合的这个日子时间，然后这个就放在这个方位没有问题。像比如说今年呢，煞方是在北方，那我可能就不会主动在北方可能放鱼缸，我可能就会放在东方啦，就放在这个西南方两个方位，那基本上就很适合。所以鱼缸的摆放其实也很重要啦，就是像刚才讲到，比如是火水嘛，然后财位催财破财的位置，然后五行那些老师都有教大家要记得注意一下。那么再来是粉丝问问题了，他说卧室的财位，我的财位刚好在卧室，那我放了盐灯，然后我梳妆台的镜子又照到了盐灯，哎，这样老师会有影响吗？把它照走了。其实基本上有一个重点，就是说镜子因为是反射，对，其实古代啊，你如果去找古代所有的家里的这个镜子，古代镜子是不是立在那边的？不是固定立在那里。那古代唯一有那个就是挂在外面的，所以古代人家讲说照妖镜，八卦镜这类的镜子，第一个。类似镜子，一般来说斗法在用，那化煞在用，然后当然照那个来说是有在用，但是一般来说你会发现，一直到清朝的这个末期，朝中末期的时候，镜子还是拿起来用完该放在桌面上，对，就他们不会，以前古代是不会直接立着的，那一直到后期一点点的时候，开始镜子做两面看的，就翻过来看啊，不要翻过去看，你知道我以前小时候看过那个镜子那个镜子的背面就是那个时期的大明星，我看不出来，因为他用画的，就画美女然后转过来就是那个转过来就是美女的画像，那一直到可能我们现在有一些比较固定的这种立的这个镜子，化妆镜、梳妆镜，所以就是其实他盐灯摆在那里，这样子到底 O 不 OK 呢？其实基本上只要把镜子转方向就 OK 啦，像我刚才讲的那个镜子，以前的那个立起来镜子，它不用就转过来不要照着它就好，不要直对就 OK 了。对，好的，这个是超级好笑无厘头问题来了，很棒，大家今天有记得无厘头问题。他说有听说家里养乌龟会影响偏财运，是真的吗？然后这个人他想说，我也不是问无厘头啊，我认真问老师有影响吗？当然基本上来说通常是这样啦，因为民间里头为什么就是说他可能有在这个尤其是前一段时间嘛，这个你知道这个球赛还蛮多的那当然基本上因为以前为了赚钱大家就是花了很多呢对因为大家很热衷这个球赛嘛，对不对？世界杯对然后结果呢那当然基本上他就会讲，哎呀，那如果为什么养这乌龟比较不适合，是因为古代人讲乌龟如果那个的话叫杠龟共孤吗？对啊那当然他当然不希望共孤啊所以基本上来说的时候，这个时候呢通常一般说求偏财不养乌龟如果你不求偏财
其实没有关系，没关系，对，只要大家要去注意，要去记得。那么今天老师教大家的就是像明财位的条件啊，然后鱼缸摆放的注意事项，希望大家都要记起来哦。那千万也要就是记得，如果喜欢我们的直播，要记得帮我们做按赞分享。然后要提醒大家，听说下礼拜是农历七月，鬼门开，哇，一定有很多禁忌注意事项，对不对？对，那很多很多观众朋友呢，可能希望你能够尽量锁定我们的这个每个礼拜四的直播，是啊，那尤其是很多这个风水有关系的这个好朋友们啊，那我们每个礼拜四呢都会有这个直播，观众朋友呢，除了电视节目以外呢，也可以看看我们节目里头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这个内容哦。在直播也可以看到老师最可爱最真实的模样。好了，那么喜欢我们的直播，记得帮我们做分享按赞哦。风水让富人累积财富，让穷人改变命运。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帮我们按赞分享，之后要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教室哦。下次见，拜拜，拜拜。